嚟到 MC 第31題啦。咁呢一題咧就會係要分別將兩個 factor wise 啦，再揾翻個 HCF 嘅。好，做一做第一個先。第一個 factor wise 咧就會係抽2A 三次啦，咁即係剩翻4同埋減 B 二次啦。再 fact 咧就會係2A 三次，二減 B， 二加 B。好，跟住第二個啦，第二個又抽嘢出嚟先啦，抽個3A square 啦，就會係4加 B 二次減12嘅。啊，唔係喎，抽減 4B， 然之後咧呢個可以再 fact 㗎，就會係叫做3A 二次 B 減2嘅二次。咁我睇 common factor 咯喎。HCF 咧，亦都可以話叫做有細拎細啦嚇。咁二同三嘅 HCF 就係一啦，二同三個 HCF 咧，我哋叫一嘅。好啦，跟住 A 三次同 A 二次咧 ，HCF 咧就 A 二次，拎細啲 power 嗰個。好，睇埋隔離啦，剩翻低二減 B 同 B 減二咧，其實咧。你可能會話：咦，咁唔係唔一樣咯？其實二減 B 咧，你可以寫咗做咧負括弧 B 減二，咁所以呢度都有個 B 減二嘅 factor 嘅，咁就會係呢三嚿乘埋啦。因為二加 B 咧，呢個就冇嘅，二加 B 呢個就冇嘅，呢三個乘埋咧就會係 B for boy 啦。